奇怪了，买开车等于主管人来水哦。那是步步要做法，那是买开车经过超长超长的路口，一定都要先检查步步。有邻居也是收摊的人，千万不能开车。大家拢会当利用大众运输工具，手捷就到厝啊。开车之前爱先检查，开车莫违规，平安快乐过好年，交通部关心你。